大家好，我叫阿博，咁我自己咧翻咗嚟福林教会都有3年几啦，系啦，咁自己依家嘅心情都有少少沉重啦，咁即系始终都系一件几大嘅决定啊，对于嚟讲系啦，咁自己依家嘅侍奉其实即系自己都有每个礼拜二帮手落区去派饭啦，咁讲少少见证啦，喺度都咁自己过往呢3年几，甚至乎依家啦，即系都唔系一个十分之乖嘅细路仔啦。咁即系我相信呢个嘅上帝，如果佢企喺我隔篱咧，咁即系肉身企喺度啦，咁都可能俾我逼到喷血噶啦，成日都系啦。咁但系就即系好感恩啦，佢即系响咁耐以嚟，去到依家，即系都冇去。离弃我咯，系啦。Hello， 阿 Joanna， 咁我喺个教会大概自从翻教会翻4年啦，咁就喺我喺会校之后嘅，咁喺教会里面我都有侍奉嘅，咁星期日啦，我而家就带一班青少年小组啦，咁今个星期咧就到我洗礼啦，3月15号就咪日，到时见啦。我叫小文啊，我翻咗嚟教会6年以上啦，都有。咁我依家咧就系、是、有咩侍奉咧，我就系一名实习组长啦，同埋得闲咧喺敬拜天嗰度咧揿下 PowerPoint 啊，整下 PowerPoint 咁样嘅。咁对于我嚟讲，我依家嘅心情就系既紧张啦，又兴奋啦，因为浸礼就代表同耶稣结婚啊嘛。埋跟随住主耶稣嘅脚踪啦，咁呢个决定对于我嚟讲都颇为有意义嘅，因为翻咗嚟教会咁耐咧，我都我去到依家先就嚟啦。好啦，希望大家到时可以嚟啦。大家好，我系林，翻咗嚟福林9年，嚟紧咧浸礼日咧，我就唔系浸礼嘅。因为12年前咧，我就已经浸咗噶啦，而家系会转会，心情就系紧张兴奋，希望大家到时嚟支持。3月15号，3月15日，浸礼日，到时见啦。